六年举办进行品德教育宣导，同学请鼓掌。儿子啊，
比起夜道山猪，我更看重的是诚实的品性啊。其实林北早就知道你遇不到山猪的了。只要你尽力，爸爸还是会以你为荣的。本周的中心人物，现实就是呈现老实的意思，就是不说谎，不欺骗。现实不但是荣誉，也是美德，更是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哦。谢谢爸爸的教导，我知道了，我再也不说谎了。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接下来就是由六指带来三角椅表演。